生命本是一个奥秘，物种、起源、生存、进化，无数科学家竞相探索，创造未来。从参与到引领，我们始终相信，科技进步的最终方向，就是构建一个健康、美丽、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好世界。这样的信念从始至终推动我们前行。基因的世界永无止境。作为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学研发机构，华大不断创新，科研成果丰硕，携手全球智慧，迎接每一项挑战。我们致力于将前沿的多组学科研究成果应用于医学健康、农业育种、资源保存等领域，用科学研究让更多的人享受生命科技带来的革新。一个全新的生命时代由此开始，从水稻育种革命到小米食品健康安全的突破，精准营养为健康饮食带来新的方向。从海洋深处探究生命的轨迹，关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，是我们对所处世界肩负的责任与使命。从生命的本源到健康医学领域的研究，我们正不断降低出生缺陷，加强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防控。掌控基因的奥妙，让精准医学带给生命无限可能。未来医疗更精准、更全景、更智能。科学与运动紧密相连，让全新的运动模式丰富我们的健康生活。解锁基因的密码，构建更为公平正义的司法环境，提供更安全、精准的保障，并将科技成果应用到更广领域。梦想在实现，从引进国外测序仪到实现核心测序设备自主研发，我们突破垄断，不断成长，开启基因测序仪国产化之路，让更多的基因科技资源及设备制造成为守护人类健康的核心力量。与梦想并肩同行，培养行业领军人才，跨越国界，引进国内外高端人才，人才引领未来，创造奇迹，突破极限。生命无处不在，不管是种子、动物、植物、微生物，还是人的基因，都是开启生命的密室。永存才能永生，创造出一个生命时代的诺亚方舟，建立一个多样性数字化的生物王国，让更多数据资源为全球所用，有效地保护国家遗传资源，维护国家信息安全，提升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。聚焦全球视野，接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，成为高关注、高估值的全球性科技型上市公司，开启基因科技发展公众化时代。我呼吁全社会共同支持这一功在当代，利在天。人类大业。未来，我们将继续秉承基因科技造福人类的使命和愿景，实现大民生、大科学、大产业多个领域的全贯穿，用基因科技探索并守护生命，构建美好世界。